总理秘书，行嘞，请坐。林秘书长，何顾问，咱的林处长，甲咱的副总理，副主席迄个潘良华潘副主席，各位咱第十届遮学员，大家晚安。很不容易，我们哦。咱这个演习营啊，演习会啊，对年头的一月的时阵啊，寒死死，寒到五六度，寒到暗时拢睏袂去。啊，演习到即摆的时阵哦，热屁屁，热到36度，外口35度、36度，即内底可能将近40度，因为咱无冷气嘛。哦，安尼风底啊加，小风底啊加。哦，暗句哦，我哪看哪感觉足希望呢？安尼讲呢，寒死死无人走啦，热屁屁嘛无人走啦，大家精神拢足好个啊。第九届时啊，百外个人挤伫即个所在安尼，啊，大家足认真听。啊，迄个数学小姐甲讲，伊真感动啊，因为大家拢哦安尼足认真呢，目睭遮大粒咧听伊讲安尼。哦，即款个伫别个所在是无当看个，咱即个精神。咱法律建国学院学员这个精神，会当讲来保证咱台湾，咱来追求这个自治甲建国，应该最有成功的机会。我定来咧注意讲，世界各国建立家己的国家的时候，迄个过程是安怎？啊，我上感动、上感慨，就是以色列的建国。犹太人，我印象中上早知影犹太人的故事甲伊的苦楚，是对迄个屋顶上的提琴手 ，The Riddler on the Roof 这个电影内底，啊，知影讲犹太人去用赶来赶去，伊是 Russia 迄个国家去用赶犹太人，规庄拢爱走安尼，规家伙啊，大家款款的足简单的物件，啊，就安尼流亡，安尼就到处去咧流浪安尼。啊，当然，迄个屋顶上提醒所，这个主角啊，因是去啊美国啦，终于是安顿落来。但是以色列自14、15世纪开始，哦，犹太人14、15世纪开始就拢受欧洲各国的迫害啊，啊，哪来哪严重？哦，东欧、西欧哪来哪严重？啊，好个在呢，伫1895年啊。咱1895年迄年啊，伫法国发生一个 Dreyfus 这个事件呐、啊，哦，用文化这德雷福斯啦，啊 ，D R E Y F U A S S 这个法国的这个军官，这个、法国军官是犹太人呐、啊，啊，因为发生经过迄个军事单位的这个泄密事件呐、啊，啊，法国人就怪罪讲啊，这犹太人呢。这里刚才这个犹太人，主要不是伊是迄个犹太人，所以有可能伊泄密啊！哇，家己喺判刑呢，啊，伊讲我都无做这款的代志啊！啊，但是吼、哦，面顶拢国防部方面拢无要帮伊刷新，家己来关呀，来关呀！啊，这件代志发生的时阵啊，就叫做赫佐这个人，赫佐伊过个足好过，好家人，娶好家人某啊，足有钱的，足好家。啊，无必要讲做足济代志个，无必要讲做足艰苦过日。伊读册读到，伊感觉凉凉过日子，都做一个欧洲一个报社个即个记者。啊，伫法国个时目睹即、這个做一个犹太人，都互怪罪讲伊是歹人啊嘞。啊，就伫关一判迄、那个无期徒刑也是过来10年吼。伊才足宽足开始吼、哦，开始安尼吼，煞觉悟着，觉悟着啥呢？甲我讲吼，犹太人卡安那吼，为伊住迄个所在国家去打拼，去流血流汗，嘛无都得到信赖啊！哦，啊真讽刺的就是讲吼，法国是欧洲各国内底吼对犹太人上
猎物的最利益的啊。对拿破仑时代就是安尼，因拿破仑要建这个欧洲各国的时候，需要 brain 哦，这款头有好脑筋的人，会当替规划哦。啊，结果是犹太人足聪明嘛，哦，各方面拢真杰出的表现，啊，替伊做足侪代志，所以伊对犹太人足好感嘛呢。但是东欧西欧拢咧压迫犹太人的时候，法国相对上是对犹太人上好的。但这个德雷福斯案件的时候，回家讲法国都安尼啊，那么犹太人伫西欧、欧洲那有容身之地啊，所以伊伫1896年啊，就写一篇《犹太国》，主张讲犹太人爱建立家己国家，看要到阿根廷，还是要到巴勒斯坦哦，爱买土地，啊犹太人去用压迫的，去用欺负的人哦，尽量拢往迄个方向去移民啊，啊将来一定要建立一个国家。迄个时阵啊，讲犹太建国啊有三个一定爱讲的人啊，这就是讲赫佐，伊后来伊是做犹太就以色列的迄个什么国父了哈。啊，其实伊发表迄本册是啥 ？Weizmann，W-E-I-Z-M-A-N 啊，伊都伫柏林大学咧读化学系，大学生呢，哦，伊才讲犹太国这本册出来了，伊一读的时候哦，这本册一看哦，互伊充分了解讲醍醐灌顶啦，哦，完全了解讲我就是犹太人伫欧洲的地位是安怎，犹太人这么可怜，去用台去用挂去用赶来赶去安尼。所以伊就甲这本册读个足熟个，这个《犹太国》这本册唔是足大本，啊，但是伊就真具体的主张。所以从此伊就开始追随这个犹太国的观念咧认真拍拼。同一个时阵，本古里昂 这个人啊，伊才十岁，十岁时伊拄伫波兰出世，但是虽然十岁时伊就听讲哦。犹太的救世主已经出现了，哦，然后这三个人啊，经过迄当阵1986年，经过51冬的努力啊，终于伫1947年、48年时，以色列就建国啊，啊，真可怜的吼、哦。我先来讲这段呢，这段互咱作一个启发啦。当赫佐写这本册以后啊。伊就组织一个世界迄个犹太建国组织啊 ，World Zion 哈 ，Zionist 啊，锡安主义的哈、啊、的那个 organization 啊，哦，啊，伫迄巴塞尔，瑞士的巴塞尔召开大会，啊，然后当然足济主张讲同意的建国的这个主张的人啊，拢来参加这个大会。啊，然后伊就足努力到处去奔走啦，吼，呼唤啦，吼，啊，甲新建国计划创啊哪完整，啊，然后去游说足济国家的好个犹太人，但是啊，响应的还是有限啊。少数人感觉讲伊是对的，所以追随伫伊身躯边，但是好个人诶，伊不爱。举例说明啊，这个叫做 Hirsch 哦，就是 Moritz 的 Hirsch 这个人 ，Hirsch 伊是比利时的犹太商人啊，伊足好个，好个，干啥物听到？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铁路系统拢伊建立起来，足好个，足有钱的，啊伊嘛出足侪钱的，哦，去帮忙散车犹太人离开被压迫的所在。当赫佐去甲游说，讲你着提一寡钱来帮助这个，哦，这个 World 这个 WGO 这个一个组织啊，赫是拒绝。赫是讲啥呢？这咱注意听的，再注意了解。赫是讲，咱犹太人哦，不管伫欧洲、东欧、西欧，还是伫美国，拢靠啥咧食饭？拢靠做生意，国际贸易啦，哦，啊无就开银行，哦。啊，无就开中介公司，啊，无就卖黄金，做几卖手艺，啊，无就做研究、学术研究。建立一个国家需要啥？需要农业的人才，也要做产的嘛。
也要垦荒的嘛，啊个啥，就是工业技术，垦荒的嘛，工具人才，所以讲做工业，会当做车，那像讲车链啊，甲古早当也是买车嘛吼，啊做买车的啦，还是讲拍铁啊啦，有无？咱都无这款的人才，咱无啊，变啊建立国家，所以伊固执提钱帮助这个组织，伊讲啊，无可能，你一个理想尔啦，只不过一个理想啦，这个理想要达成是无可能的啦，所以伊甲拒绝。好在甲讲啥呢？讲你即摆遮好个啊！啊，你是一个慈善家，大家拢知影你慈善家。但是有一天，因为你无国家嘛，有一天你受迫害时，你的财产拢无，甚至你的性命拢无，那时你是无依无靠呢？安尼甲讲呢？好是吼，算恼羞成怒，该赶出去。恼羞成怒，该赶出去。第二个，伊去找一个啥？找一个叫 Rothschild， 大家拢知影哦，也是恁各位若有机会去看这個 Rothschild 这個家族甲掀开。Rothschild 的意思，第一代是四百年前、三四百年前的时候，第一代是刻苦耐劳，生五个囝，这五个囝甲分布在世界各大城市内底，从事于金融、黄金买卖、证券、金融方面呢，也买卖证券、保险、银行哦，黄金买卖也说，也这里买卖啊。所以落下的是富可敌国啊，甚至各国要竞争的时候欠钱要给借钱啊，哦，啊落下来安怎讲？伊嘛是不爱甲帮忙，因为落下来嘛是讲，我都帮忙借犹太人的吼，伊若买阿根廷，我都出钱回去阿根廷去垦荒；伊若买巴勒斯坦，我都出钱回去巴勒斯坦垦荒。但是你这里讲要建国，这是吼嘛是空中楼阁了，空中楼阁，嘛不爱甲帮忙。啊，然后咱看这个维斯曼，维斯曼的时候，第二十几岁啊，大学未毕业，一看这本书，伊讲，哦，伊整个豁然开朗，将来犹太人要安那去努力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方向，伊就认真去甲迄、那个，咱去参加这个 WGO， 啊，然后继续去做研究，读个博士学位，读化学，伫这个两边的世界大战内底，伊拢替英国的这个。英国这个海军啊，解决问题，伊研究用玉米去提炼丙酮，丙酮就会当做溶剂来制作这个海军要用的这个火药。啊，英皇啊，英国皇帝要改封爵士啊，伊拒绝，用黑不重要。我唯一希望是讲，你英国将来要帮忙阮犹太人建立家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上相是赏赐给我的遐物件、遐爵位啦、遐金钱，对我来讲无重要。安尼哦，伊这精神家伙，所以就是讲，赫舍甲这个威斯曼，伊咧主张就是讲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以色列建国的问题。这是这两个啊，迄当阵诶，迄个先知啊，安尼咧做。第三个，本古里昂。本古里昂大汉起来的时阵哦，已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啊，伊啊，伊的看法甲因头前两个唔是无共款，但是伊主张讲，咱都要趁战争的时啊，咱都要组织一个以色列兵团去参加战争啊，啊去救一寡咧逃难中的迄款咧，迄个犹太人啊。所以伊做一个甲英国讲，迄阵英国已经是咧管理以色列地区啊。哦，对于迄个中东战争，就是讲，南丁格尔迄个时阵，迄个英国甲土耳其的战争、英土战争了的时候，说迄个英国怎啊占领啊，这个整个中东至近东、中东迄个所在，哦，所以迄阵咧管这个所在的时候，本古里昂甲英国去边讲，我要组一个以色列兵团，帮助你拍德国甲意大利啊呢，所以伊咧转战这个意大利甲奥地利中间啦、啊。啊，救足者逃难中的迄个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啦、啊，哦，所以后来呢，战争结束的时阵啊，英国甲美国拢讲，你爱裁军啊，你袂使搁再有武力就对啦，袂使搁继续有这个你的犹太兵团啦、啊，明了，本古里昂讲，好，我甲解散，按照伊搁继续组织，本来有三万人的犹太兵团的时候、啊。战争中间死几若千人，剩两万外，伊只不过来增补到四万多，所以当联合国投票讲要回巴勒斯坦分开以色列人甲
阿拉伯人分开分开的时阵啊，阿拉伯人当然起兵改改要改消灭这个犹太人啊，啊，伊就一共40,000的迄个军力啊，就转战各地拢拍赢，拢拍赢。啊，最后因为联合国主张讲，因都爱分开时，马上伊就建立国家。啊，咱来共同也真轻松啊，但是你做这工课的人无轻松啊。好是伊伫迄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伊甲英国，未第一次世界大战啊，伫迄个1904年以前，1904年迄当就死去啊，安那死去呢？因为伊甲英国交涉啦，英国甲提出一个张伯伦啊，迄个第一个张伯伦，甲外交部长甲提出一个概念讲，哎，恁以色列卖去阿根廷啊，卖去巴勒斯坦啦、啊，乌干达土地遮多便宜，搞遮少。啊！恁犹太人拢去乌干达，哦，拢去遐就会当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安尼啦。啊，伊本来嘛反对咧，但是因为去各所在咧看，看看犹太人方啊，毕竟咧生活拢伫咧啊生死边缘安尼吼，伊感觉悲天悯人足艰苦的。用好啦，无然后一个乌干达，互咱建立国家嘛是好。所以先接受英国的建议吼，伫迄个世界犹太人建国组织来咧开的，提出这个 idea 的时阵啊，哦，大家拢啊反对咧，无爱接受伊的主张。啊！伊说悲愤交集哦，啊，佫再到处奔波，啊，奔波中间伊佫无得到大财团的支持哦，啊，怎破病要死啊？40几岁尔啦。伊死的时喏，威斯曼30岁，威斯曼是1974年生，1904年的时喏，伊同阿接棒30岁囡仔。接棒做世界犹太组织的领袖，安尼哦。1904年伊接棒，到1948年都过44年以后，以色列就建国啊。我讲这段话，要大家知影讲，是安那咱足希望，咱有足侪年轻人来参与。也许像我这60多岁，看不到台湾建国啊。但咱希望下一代，即摆40岁、30岁者，爱刷落去。我伫台大拍4年，伫军中拍1年橄榄球。阮橄榄球的精神就是讲，当你抱到球的时候，就拼命往前冲；当你冲不过去的时候，你就要牺牲了，你就要把球向后传，向后边传了，哦。啊！伫后边来讲，互我刷，互我刷。所以咱才希望讲，咱共款，咱这个组织伫咧进行中间，无一定很顺利哦。因为咱咧进行这些，咱的主张是足前端咧，足 frontier 的观念。这个 frontier 的 idea 是足侪人 stupid 的人无多接受的。这观念过去传统的观念，过去20、30代、40、50代的观念，底下讲我就是要台独啦，我就要台湾独立啦，台湾独立运动啦。进入这个运动的时候，因脑海里底已经无法度容纳其他的观念嘛。当咱咧讲这个物件时，伊敢讲你是天方夜谭，我这才是实在，拒绝接受，无爱来甲咱哦配合，太侪安尼啊。所以赶快咱要讲募款嘛，无可能，咱嘛无要想去讲募款。啊，要叫伊来甲咱演讲，咱嘛不爱呢，讲话你的观念甲我的观念无同款啦。伊讲伊才有前途，咱这都无前途啊。嘛是同款啊，甲好事所碰到的情形一模一样啊。哦，所以我甲大家建议，今日恁大家当突破传统观念，来这个所在接受法律结构的论述，法律建国的理论的论述，这是福音啊！互咱拍开目睭，不管是咱的实在目睭，还是讲心中的目睭，互你开眼啊，开天眼，看会出讲台湾究竟是处于什么款的。的地位，咱台湾人伫现处是这个政治的结构内底、结构内底啊。咱台湾人的地位是啥物？咱要安那突破现处是这个环境的束缚，咱会当安那来做咱想要爱做的代志啊。咱要安那凝聚咱的共识，甚至咱要把咱的观念向外面传播，来渗透对每一个该站起，这是介重要的。所以我相信。WGO 遐先进，
就是以色列建国组织这个先下先行啊。过去伊所拄着的比咱现出世的拄着较困难啊，困难过那十倍啊。啊，但是咱人以五十当哦，1895开始酝酿迄个观念，1896写切出来起神的心，到1948年建国才几十当，52当尔。伊咧讲游说性，大家拢讲啊，拢甲配出，拢讲无可能，无可能。伊讲你即个看起来无可能，但是5年后、10年后、20年后、50年后，一定会实现以色列建国的犹太建国的这个目标啊！伊所讲的无唔对啊，伊足睿智的，足有智慧啊！伫52年后，伊建国啊！咱甲回想过来，咱的前先进，咱的前辈。现出伊80-90岁、90岁、100岁左右呀，伊是毋是惊65年、66年冤枉路去啊？即冤枉路行落去，经过60当的时，咱台湾人已经浪费很久的资源、很久的时间、甲很侪资源啊！还是人为了理想变黑名单，袂得转来，袂得转来，你爱关，你爱关，啊，进前的时阵呢？二八事件是死遐济人，拢会使讲白白去牺牲去啊！啊，遮人虽然讲哦，咱都安那都安那，都爱透过选举啊，然后呢来甲改变来正面啊，制限，然后变得台湾就建立国家。到即阵要伫迄个所在咧，混淆不清，混淆不清，你行袂出来，踅来踅去，实在是踅袂出来，无法度行出一条有力、有可能成功的路。啊，这人啊，即摆甲现出邪心，以后执迷不悟，啊，然后不但无法度接受咱这个新的观念，而且来甲咱做一挂不应该有的阻碍的动作啊。这是我咱感觉讲真失望，啊嘛真难过的所在啊。不过咱家己本身一定要先健全自己，咱家己本身爱知讲，咱面对横逆，咱所面对的困难就。阿联台湾现出时的状况是安怎？咱来解决所有这困难甲问题。哦，啊，所以回过头来看，看咱这几年、这几天、这几天内底所发生的代志。对，甲上这个赫什所讲的，用你要建立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农业啊，你要有工具人才啊。哦，咱再来看咱的农业生了啥款呢？明仔凯道。有足济农民伫遐咧抗议，哦，抗议讲，切甲价伤低，抗议讲，金蕉价钱伤低。整个来讲，这是产销制度失衡啊，咱根本无所谓产销制度啊，哦，因为农产品的拍卖市场，甲生意人是挂钩的啊。各位呐，特别较注意看讲，伊这两天内底，一报纸有咧评论呐，哦，真斗胆甲伊提出来，我过那当前，安尼看起来应该是7-8当前啊。我就参完早人，半暝啊，车2点起来，3点就到环南果菜市场去看人来拍卖。啊，迄一届，另外嘛去内湖花卉市场，嘛是3点外左右到内湖花卉市场，看伊花卉安尼拍卖。另外，佫找伊一工。去树那的毛猪拍卖市场去看人安尼拍卖毛猪啊，所以感觉讲吼，这拍卖制度拢是为少数人量身定做，有一挂人透过这个拍卖制度底下咧收租、收取地租，所谓地租是讲独占的，你独占这个土地，这个四角汤、三角汤的土地的时，啊店面的时，你这个地租就较悬。哦，你所提到的是独占的利益啊！同款，伫这個市场内底有一挂人，伊是独占这個利益，所以啊，伊这個拍卖制度是无可能改进的啦。我咧写报告的时候，考察报告的时候，甲农委会建议啥呢？你都要放大这个组织系统，把花卉拍卖市场放在桃园机场旁边，啊，然后这个拍卖制度啊，是向各国开放的。向世界各国开放，毛猪、花卉，哦，啊，果菜较难，较无方便，因为啥？伊较紧派去嘛。至少你毛猪、花卉会当到桃园机场边啊，
超过找100公顷、200公顷，回做一个拍卖市场啊，向世界各国资料拢会当伫电脑出来啊，所以咱的农民会当伫世界各国去征回，然后卖是伫这个所在拍卖，对世界各国来拍卖，哦，啊会当伫不同的所在，哦，不管是澳洲、哦纽西兰，还是伫中国去饲迄个毛猪、毛猪，然后你土地标准土地也是伫这个台湾这个拍卖市场来拍卖。安尼时，你有一个世界市场时，自然的，你农民就会得到迄个剥削去啊，迄少数人来剥削，少数的买方联合起来，甲你压低价格，甲你剥削。但是这建议啊，无效啊，农委会是无可能接受的，因为伊若接受时，伊遐特权阶级无法度继续收租，然后想要浑水摸鱼的遐官员。哦，咱都唔知影像啦吼，有咧收红包的、收礼数的这些人，嘛无嘛继续无，都无好康的通摕啊。所以就讲，足济政策哦，是安尼做了唔好，拢是足济人有私心啊。伫中华民国体制内底，不管国民党执政也好，民进党执政也好，真济制度甲政策，拢是为这个政治团体，国民党也是民进党，也是伊个人。支持伊个人要提好康诶，毋是讲真正讲要来为民众诶利益、农民诶利益来设想。即就是今仔日咱台湾会哪来即、這个所得分配哪来哪不平均，吼、哦、啊！即、這个社会不公不义一直拢咧继续存在诶原因嘛。所以咱民政府将来希望讲反其道而行，反其道而行。所以咱一再讲，将来咱希望讲，伫农业方面呢，咱是爱做像欧洲，还是日本安尼，大量对咱的农民，哦，来做这个补助，哦，伫这个利息较低利贷款方面呢，哦，做补助，甚至这个价格补贴，所以价格补贴讲，一包肥料那300块，你会当改。补贴吼，10%，还是25%啊？呢，甚至50%哦。啊，当然，咱将来先吼，希望讲整个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所在，无污染哦。所以，咱所补贴的绝对不是化学肥料，所补贴绝对不是农药，咱无鼓励用农药。希望咱拢用有机方式来生产，有机方式来生产，因为有机蔬菜，我所知啊。咱台湾有机蔬菜一斤卖到800块，卖到无够量。一斤800块的菜，有人要吃，表示啥物？伊品质好。你滴到癌的心，你若吃市场的菜，这个癌绝对袂好。你若要去吃一斤800块，绝对无农药，绝对无化学农迄个肥料，而这个有机蔬菜，你才会有健康。哦，像这个物件，既然是一个海边生产的，这款的菜在海边的生产，你就知道说这个农民有够优秀，有够用脑筋用智慧去解决问题。海边的沙透过厨余、哦、来做肥料，然后可以把那菜蔬菜增加说不用用农药，不用用化学肥料啊，一斤卖到800块，要有人买来买。日本人吃就说啊，我一礼拜买五个货柜，5个 containers， 我要给你买5个 containers。 那人家说、哦、我在台湾都买到没牙汤买了、啊、要推广，我都推广怎么说，因为我们的厨余都去台塑霸占去了嘛，政府在帮忙台塑这个有机肥料厂在扣这个厨余啊，有规定说你就要规模到多大、啊、你的工厂一定要离住宅区外远，都外远啊！规迄个投资爱偌济，都偌济啊！你只会当创一个有机肥料厂，结果来转台湾干一个台塑有法度，其他的人拢无法度。安尼讲，哎、欸，那是人口中密集的，你讲哎、欸，5公里以内拢无人住，要倒找，无当找啊，无当找。伫这个西部地带啊，你都要去关山，啊，要甲厨余再甲关山去咧做，5公里以内拢无人住。哦，这款规定不合乎现实啊。但这人，我给大家报告，这人是加拿大的人，带咱台湾的小姐
就是 Pierre Loisette 啊，叫刘立雪。我去参观伊个农场哦，三四届我感觉足感慨足赞佩，足赞佩。啊，要甲 copy 有法度无？无遐简单。咱要 copy 的时候一定爱有像伊遐，虽然设备无真济，但是你要相当的能力。迄等于啥？你就要搬厨余。伊逐尾要买时吼，车载咧就去台北市收厨余。啊，厨余吼，再等于甲三支的时吼，伊做一个斜坡，做一个斜坡，甲厨余倒落迄个所在，用搅拌机甲敲敲敲敲敲敲啥？敲技术夫，技术夫在啦吼，还是敲壁坑敲敲敲敲，啊，怎啊甲坑到迄个所在，啊，回去汤捞出来，捞出来的时吼，对只斜斜捞出来，来个只，通一个汤甲底起来，这汤甲底起来的时吼，这种臭臭。第一碗带第一碗一桶的时候，伊怎啊甲伊放糖米落？糖米落来个搅搅搅搅的时阵，封起来，封起来过一个月、两个月，甲开开，胖光光，伊怎啊手摕起位啊？怎啊食落？咱唔敢食，咱甲煮一下尔，无臭味安尼，啊甜甜的。啊，这个物件创啥？伊再去苗栗，有一个气作的稻农去种稻啊。伊讲，你所种的稻啊，拢爱卖我，因为我咧卖我所在以外，我也卖有机的稻米。不钓竿的人去吃，绝对好诶！安尼，伊种几年啊，甲啥就五十年前，我伫庄脚种几年同款。哦，我小学时代，甲我妈妈、甲我妈咧种几年种菜同款，拢唔免惊钓虫啊！伊讲若钓虫啊，烤掉不爱啊，无钓虫甲留落来。安尼呢，才有味呢。钓虫伊怎烤掉，怎做肥料去啊？哦，表示讲啥？伊无够健康。这种过年老到健康，伊自然发出一款的味道，迄、那个味道会当 deter 只虫害。虫要来食的时，伊迄个味解赶走，迄虫袂爱来。啊，若无健康的时，伊就无法度发出这个味，迄、那个味吼，无迄个味的时，虫就来个食。啊，表示这种无够健康，就无爱互人食就对了。啊，这里听到啊，所以你咧食伊过年的时吼，是真软丝，唔是像咱菜市咧比讲真硬串。啊，我较先前都种袂出来，吼、哦！五十年前，我伫庄脚咧种芥蓝，我嘛足水个同款啊！伊芥蓝发起来时吼，拢白乌白乌，啊个阿哩先真脆，吼、哦！啊五十年后个时吼，因为足济化学迄个咱个杀虫剂，吼、哦！啊个即个化学肥料关系吼，结果当然我个种法嘛不对，着讲营养无够，我无用有机肥料甲放落，放了无够。所以我的芥蓝拢大起来，尔就去互虫食；大起来去互虫食。啊，有当时啊，福气运气较好的时阵哦，有几丛啊无食的，咱就搬起来食安尼。哦，就是讲这个物件，咱个 copy 去到去各所在、各县市拢爱来推广。咱唔免讲大农之路，咱用小农之路，这个物件都让生产，让生产出来物件，你想看卖？咱若伫台湾卖180块，咱卖日本，咱卖240，甚至。360啦，这农民哪会未赚钱？问题是你爱松绑这个政策，厨余不是干那要摕台塑，你环保局摕来厨余，要来人拢会当来摕，要来农民拢会当来摕。啊，你的心呐、啊，只要讲500公尺，还是讲一公里以内无人住的心，你就会当创一个这款的迄个有机肥料厂啊。安尼就成功啊嘛，就等于讲伊。农委会无多松绑，我甲罗伊说咧讲，哎、欸，啊你这个物件，你若无去啊农委会建议，伊讲讲话啊，伊拢无爱多做，因为做落去，伊就影响到遐既得利益啊，伊唔敢做啊，无多做啊。所以好的政策，咱好的研发成果，咱无多推广啊，啊无多推广，农民当然是啥，固步自封嘛，无多做好啊。啊所以农民种菜就去转药啊，吼，大片甲转落去，你看分林关咧。药个全个大片个转落去，啊！即块菜介绍然后是弄个收起来，啊！就去都市里卖啊！啊！所以咱即块六分钟台湾本土台湾人六分钟就钓竿，一个人钓竿嘛。啊！六分钟一个人钓竿的先，啊！就医药费用特别悬，啊！就讲哦，咱的国民所得足悬嘞。咱来甲家人扣掉先，咱的 Green GNP 啊，绿色的国民所得无限好呢。所以咱个整个环境污染。啊，然后咱食食嘛，食污染，塑化剂以外，这农药大家食足济，大家食足济，所以咱将来是希望讲推广小农制度。小农制度吼、哦，根据这个彭明辉教授的研究，清华大学啊，张步骤五一的
你访问诶，你自由时报有他一篇访问的这个发言的资料，伊伫个册内底讲吼，小龙诶时阵伊啊有副作，吼、哦，我即个伫我种诶中间，我会阁种别项，啊是讲我即、這个诶，假使讲我即个主要诶作物，像我种树，我种足侪，我种树我内心中我着当先种啥金龟、蒲啊，吼、哦，地基做诶，吼、哦，啊然后安尼，共款一块土地。我一年内底，假使讲这丛树我五年才会大丛的先啦。一年内底，我着通种两届，一届金龟，一届蒲啊，是讲一届番薯啊。用安尼辅助的方式，提高咱的这块土地的生产力。啊，这都要啥？这都要小农啊。小农都要啥？都要有真侪人力来做田啊。咱今仔台湾农业已经行到一个进步的所在，要阁发展足困难。安讲，无人要做田，做田的袂好个啊。我就要做要四架田啊，到现在六个拢空空啊。我礼拜二落去增加采收破布子啊，哇、哦、雷雨遮大遮大，一日台北人要来想讲，即款遮大雷雨遮大的时阵，这农民哪会落田？我就无法度，我倒下来我嘛去咧凑树啊，凑树，因为我时间有限，上加三工啊，都会当倒遐行啊，都来啊咧。拜四拜四拜四拜三拜四啊，啊我两三丛，都起底有四丛，无法度去采收啊。两三天干了母鸡就母两三天，哦，啊去搓搓雷先，啊就爱个煎煎煎的先，再个念念两都大大个鼎内底，啊落来滚一滚四点钟啊，哦，对八九点滚到啊半暝啊，量无济，不过后日我会当摕一包来，大家大家食早餐的时配埋，足好食真甘啊，我拢有机，我绝对无农药无肥啊。哦，啊！你旧年先干了参盐，别项拢无参嘛，啊，食真甘啦！啊，我一年，当年拢爱款一年也给我妈妈食。她最喜欢的吃这个东西，爱、啊、一工吼、哦、一顿拢吃五粒，吃五粒上加吃十粒安尼。所以讲，这个物件，咱咧生产这个物，我咧做这两工伫庄卡咧做这个工过先哦，我足感慨，足感慨。我都要爬去甲树仔顶，哦，雷公咧讲呢。万不然我这牙路在讲的时候，他说怎么接到我这个刀，我来插下来，我操，所以现在死哪时我看到他放下去，看到他放下去，把他插到怎么插到这里，是我插起来那位，怎么剁下去放下去，等他过再过来，再牙再插起来，真趣味，就是说，会跟我说，我没做不行啊，但是我不能去讲雷，去雷讲到啊，哦，啊雷讲不一定讲坏人呢，好人人没注意也去讲到呢，哦万不然我若叫雷公讲，讲啊，这人一定做歹代志，去讲着，我就结衰。哦，所以状况一句话，做田真艰苦。哦，啊，我都连续都去大长树，我都出一下波，过天灾，过出一灾啊。哎，啊，当然啦，我嘛，阮姊啊，阮的孙仔咧做遐工课时，我嘛做其他真侪工课呢，都足足都做两工半，嗯，两工足足都拜二下波，拜二暗。哦，拜三几工，啊个拜四知啊，啊我拜四下晡三点才出发，早来哦，苗栗安尼，甲青林安尼雨啊，啪啪叫，啪啪叫，好在我迄台车真好呢，啪啪叫时哦，我驶百三嘛无要紧啊，百三个钟，我是一马当先，哦，一马当先安尼，驶足紧呢，差不多两点外钟我就到台北，两三点钟。三点钟左右，中间有休困啦吼，啊两三点钟我就到台北啊。啊，但是吼，安尼拍拼干呢吼，啊可能稍微风寒，我下头起来先，食饭饱小休一下吼，起来说头壳戆戆的。来到这，我甲老姐讲，哎，我可能感冒啊，头壳戆戆。哎，我无你去休困者，啊我去你面顶吼，按太阳穴一直甲按摩，我用力安尼，太阳穴压一压，压一压，啊怎倒来休困，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的时候，这是任督两脉的交合地方，吸进来，甲百会，甲迄个会阴的时候，再个对督脉起来，甲百会，啊，再对这个出去，啊，深呼吸，调息了，我就浮起来咧，这头也袂疼，就要甲你讲，要甲大家报告，就讲吼，做田足艰苦，但是真有意思，因为我咧采收这个物件是需要劳力，啊，我叫我慢进出来。啊，阮一个邻居，一个叶太太，对阿鬼讲，要来斗三工，伊也斗来，伊嘛煞来，啊来的时阵，
哦，五六岁从阿底下咧采收吼，底下办这里破气吼，我就回忆讲啥，我小时候农家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农家乐就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手一边咧咧，这个捏迄个破气，甲放到迄个汤啊内底吼，放到大汤内底，啊，上面就聊天吼、哦，聊天啊，过去安那都安那，过去安那都，啊，我慢慢就讲哦，就讲我，哦，读书也遐认真啊，做啥咧遐认真啊，我拢五点半我就去查呢。五点半，我五点起来，五点半我就落田啦。拜日迄天两点半到厝，两点四十我就爬去树仔丛顶啊。十分钟衫换起来，哦，换换工作服衫，换换啊，雨一直淋，雨一直淋，啊，滴过咧啊，哦，骨身躯拢澹糊糊，嘛焦灼。安尼锻炼身体啊，一方面锻炼身体啊，啊，一方面哦有收获，迄、那个心情真舒服，真愉快，哦，咱希望将来。咱足济咱的成员哦，拢有一块土地，拢当种家己要爱的物件。啊，从小农制度开始做起，因为小农这类物件，农民农业生产是跟每一个人一世人拢有关系。从小到大，你食食、你穿的物件、你用的物件，跟农产品拢有关系。结果，咱五六十年来，好像是在灭农，整个政策跟制度都在灭农一样。哦，中华民国提起来，你敢讲啊？唔免有农业啦，农业后摆靠中国就好啦。可是咱啊后摆真正拢食也靠中国，吼、哦，米也靠透过中国，青菜也靠中国，咱要自主性无？无嘛，无可能嘛。所以咱只反其道而行，咱希望讲吼，将来真正上面，咱来用心来建立家己国家。另外上面，咱来继续来发展咱台湾农业，和咱每一个人，吼、哦。拢会当变成一个独立生产的人，啊，然后咧，台湾，逐项拢无欠，逐项拢无欠，到迄阵，咱就完全甲这个中国完全无关系，吼、哦，伊要爱物件，咱卖，咱实在是无的所在，才改变，安尼就好啊。有少数的经贸往来，唔是咱都要大量靠伊，咱免靠伊，咱要靠家己，安尼咱才有法度独立自主，啊。今日就欢迎讲大家来参加咱第十届的这个华理建国学院啊第十届研习班研习会，相信礼拜日迄天，甲下晡三点的时候，你敢讲哦？你话坚持落，热屁屁，你话坐伫遮，哦，精神昂扬，伫遮咧吸收一挂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啊，然后得到遮新的知识甲新的观念，唔通忘记。等于甲恁大个所在，甲出面到位，甲你的好朋友去宣扬咱的理论、咱的论述，甲咱的新的观念，互大家拢会得到讲心灵的迄个宁静，啊，然后好好去思考咱未来要来建设咱这个台湾这块宝岛。多谢各位，谢谢。起立，立正，站立。休困十分钟。